都有。我在这里。你接班吗？你说你一个人能活通吗？啊？不要一米。你怎么了？不要一米了。没事，给不要一米了。哎。那拿去吧，别去了。我敲你，我就要给你。啊，你要说什么？咁咪祝佢光光生日。哦，祝光光生日快乐！你讲你祝咧？啊，你祝咧？啊，光光，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年年十几岁啊！然后其实今天呢，有很多朋友都想过来给光哥庆祝生日的，但是在我们这边呢，也是有一个风俗的，就是说。我们这边有个风俗，就是爸爸妈妈年纪大，就是我们一般子女的，一般都不就是不过这种大生日的，这种生日都不庆祝的，就是一家人吃个饭那样就行了啊，就是知道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就行了，就是不搞什么十桌八桌啊，这些朋友就问光哥搞多少桌，这个一桌也不搞，就是自己人吃一餐饭而已的啊。这个也不是什么七十大寿八十大寿啊，这个父母还健康的，这个一般子女的是不搞这种生日的啊。不知道你们那里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啊？我们这边都有个这样的风俗的，只能给父母庆祝这个生日，就是那个大生日啊。这是要干嘛？饱了，叫爷爷奶奶慢慢吃。爷爷奶奶帮我吃，放半块的。我们还饱了，吃两块鸡肉。热的我。现在二婶呢，已经是自己吃饭了哦，之前都还要人喂的哦，现在这个一天天的进步了哦，你看。自己吃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别动，妈妈，我这里有颗宝石，在你手上。我没有动啊。那别动，我这里有一颗宝石。嗯。啊，两个鸡，我不懂。哎，我让你，妈妈。哎，爸爸，你看。
生。